选择，等你来选择。男嘉宾，最终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？三号吧，三号女嘉宾。好，接下来咱先看看三号女嘉宾的照片。哎呀，太有自信了，拿了一张一寸免冠照片，就说谁敢吧，对不对？就这么自信，颜值高。嗯，但你发现没有，这冷眼往外一看，那就是一个美人啊。对，男嘉宾，感觉颜值够用不？挺好，我觉得也不错，应该穿。哎呀，穿啥能咋的？不是，不在穿戴，你不在穿上。我说把那站的跟穿上没。看我穿挺好，还没相中我呢。不在穿上。那本人到底啥样？接下来掌声请他上场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性格非常直率，在生活当中喜欢唱歌的女人。阿姨，你有点气人呐，霞姐，我生气了。咋的呢？刚才在化妆间哈，她跟我交流了老半天。文文，你看我今天头型就这样行不行？我说太简单了，做个造型。哎呀，我今天没穿高跟鞋。我说没事，一会儿让我们导演啊给你准备高跟鞋，我们后台都有。没事，我就这样真实上场吧。你也太真实，跟照片一样真实。咱那有化妆师，还有造型师，你倒是整一整造型呀，阿姨。呀，你聪明点。生气了。就是打扮，就刚才在化妆间咋了？美丽。爱美不？一般，因为我有时间吧，都是在家做点家务了，干点啥了，就干活。嗯啊，所以说这个平时也不怎么捯饬自己。上这个爱的选择，我买了两件。就那您之前那衣服都是谁的？都是我儿媳妇给我买的。这要成家了，是不是就不用儿媳妇给买了？那有老公了，我就得叫老公给我买。可以，就像你是她老公似的。怎么你这就可以了呢？就是说给媳妇买衣服非常的愿意。是的，三号去了，牵手了，咱俩差不多。也不一定，平时买衣裳很少，有件穿的就行。您经常买衣服吗？买的时候少，因为男同志好像对那个差点近视。你一件衣服最多穿了多久？我这人吧，专一型，要逮着这一件衣服，总穿，就可一件来，习惯。